就是那你们学 C A M I F G 那种和声结构写的，对啊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那个就拿那个都拿那个什么，就是 C A M I F G 就可以唱了啊、哦。我最近会解释，因为我的吉他只有两个音而已啊，就是 D A D 啊，我这是乐琴调的，就是乐琴调弦，嘿，就是从乐琴转过来的，所以我说这个其实用一根手指就可以 play 了，一根手指，嘿，像比如说要唱种树，一根手指就可以了。如果觉得吉他很难的话，回去把它转成 D A D D A D， 就一根手指就可以办到，你就可以这样这样移，这样移就可以办到了哈。OK。